你跟我们叫基金会我们的董事，还有秘书，还有我们的代表，还有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那个会长的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还有我们的这种校长这边，还有行政校长，对，还有我们的公证的主任也在哈，还有各位里长、各位嘉宾、各位长官，还有各位获奖的同学们、我们的老师们，还有我们的每一位在等待领奖，还有我们的主秘哈，早安哈。那我今天非常荣幸，我可以代表县长跟处长，因为县长跟处长现在在议会的总咨询，他不客过来，特别邀请怡庆，我要来这边跟大家说恭喜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我大概也要介绍一下李克勇这边哈，那谢谢李克勇基金会，他们在全国有七个县市有图书馆，可是他特别在宜兰有两个图书馆，在我们西北有宜兰图书馆哈，那我们在西南我们有罗东图书馆，那罗东图书馆在我们罗东镇长的经营下，我们的学区的小朋友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可以得到很多浩瀚的知识跟阅读哈，那也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场地。那当然也很谢谢李克勇先生，他的后代子孙，这是第三代哈，他的阿公，那他们很愿意在他公益，就是他很努力他们的一些经营部分呢，还有公司协力，还想到让我们提供这个阅读的环境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哈，那宜兰的孩子很幸福哦，我们也很感谢除了镇长以外，还有我们的校长，好，还有我们的主任，还有我们的老师，在学校呢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很多很多的鼓励，让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还有一个舒服的环境，还有阅读的环境啊。阅读知识是所有的力量，所以呢，希望你们在这么好的场地中阅读，然后呢，你们得到这个奖学金也是对你们的鼓励。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因为我们的里长们也是哈，照顾我们的社区的孩子，好，我们罗东镇真的很幸福。我也是罗东镇的镇民哦，我的里长在后面哈，我知道就是在我们镇长经营之下，在我们李克勇我们家营教基金会，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所有贵宾之下，呵护你们长大哈。那再一次代表县府恭喜你们，你们拿到奖学金，说你们想过要做什么呢？恭喜你们啊！希望你们在这个鼓励之下，继续阅读，继续学习，继续让你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多彩多姿。那我刚刚也很感谢我们志勇校长的带领的我们的东光的国乐团哦，非常精彩的演出哦，他们也得到很好的名次哦。那希望你们今天得奖的每一个孩子，你们也能多才多艺。那我们在我们宜兰的这，那你宜兰琳娜呢，在每一位大人的呵护成长之下，会越来越好。那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啊！希望今天的嘉宾呢，也能够家庭幸福美满、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基金会的努力。